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牛牛。拍完这个视频呢，我就要收拾行李出差去北京录一个节目。我会在节目上面呢唱粤语歌给大家听，那首歌我也发过，你们可以猜猜看。那今天我想分享的呢是一首我自己写的国语歌，听完歌词你就会知道为什么我想分享这首歌。四季里游走，没有停下的念头，也许自由，也许是在等候，随便怎样的邂逅，寄出蓝色的信片。写满无聊的想念，每个瞬间那么渺不可言，随便怎样的明天，纠缠许久的念头，花开满山。这旅途，他最好的礼物，你们也是我最好的礼物。